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瑞克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跟着好朋友来到了哪里呢？雷达土鸡城，没有错，就是为我们的田寮的雷达土鸡城。好的，这里呢真的环境非常的棒啊，所以呢整个呢也种满了绿树，非常的凉爽。好，我们现在走到里面去呢，有没有看到这一片又可以让你好好的欣赏这里美丽的风景啊，居高临下，而且呢是整个风和日丽，大自然啊，淳朴的大自然，让我们整个心旷神怡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回到里面要准备点餐啦，耶！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柜台哈，点餐就是到柜台，而且饮料呢也在这边可以取用。好，大家要记得付钱啦。OK， 看一下我们里面今天的人还好，没有算非常多，大概有六七成。来，我们今天点的菜非常的营养健康哦，有没有发现？哇，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菜色，今天非常开心，快乐四人游。